关于自动生成字幕，之前我给各位推荐过两个类似的工具，其中字幕通现在要用的话需要先申请，而网易见外工作台前几天突然通知要暂停服务，虽然现在仍然可以用，但是不免让人有点担心，所以今天我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自动生成字幕的网站，关键是免费的。那这个工具来自牛片网，打开这个网站后，我们选择影视工具智能字幕，然后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，打开后点击立即体验，上传你的视频或者音频，写好任务名称，目前语种只支持普通话，不过也够用了，然后点击提交，等上传完成后，你就能在任务列表里看到你刚才提交的视频或者音频了。等待处理完成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任务，点击预览窗口可以直接播放，再点就是暂停，点击时间线的任意处就可以跳转到那个时间点播放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投票，帮我解决了名称的问题。那有很多同学问我视频下面的时间轴或者叫进度条是怎么制作的呢？可以看到识别的准确率还是很不错的，在旁边有两个按钮，一个就是常见的替换文字，另一个就是把字幕翻译成英文。如果点击生成英文字幕后一直卡在这个页面，只要刷新一下网页就好了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投票，帮我解决了名称的问题。那有很多同学问我，在下面你可以对内容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，最下面就是下载字幕的地方了。如果你点击了翻译，就能看到这三个选项。注意一下格式啊，我们一般会选择 SRT，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到其他软件修改，或者直接上传到一些支持外挂字幕的网站上。我个人建议使用这个网站生成字幕，然后下载字幕，最后用 Arctime 去做细节的调整，调整好了可以直接导出。虽然网站上也可以调整，但是操作起来没那么方便，所以用软件会好很多。关于 Arctime 的教程，大家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，官方也出了相当详细的教程。此外，这个网站除了可以自动生成字幕，还有一些有趣的功能，在影视工具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这个免费配音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个关注，你也可以长按点赞，激活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再比如这个工具箱，里面推荐了很多好用的工具以及网站，当然都是和影视有关的，对于想要制作好视频的我们来说很有用。还有视频分发，看起来也很不错，不过我还没试过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其实像这样自动生成字幕关键还是免费的网站真的是越多越好，毕竟做字幕真的是一个苦力活，有了这个网站的帮助，我们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关注，你也可以长按点赞，激活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